Hello， 大家，我是伟哥，我们继续玩王者啊，现在打排位。我也没有胡文啊，只能出哪吒了。其他肉的话，对方有吕布，有孙悟空、李元芳、曹操。这有点难搞。哎，我就专门抓他的诸葛亮，还有他的李元芳就行了啊！我抓这两个后排。这些人现在最近好多人都喜欢用鲁班来打排位啊！哎，我只能走上路了，我看。中路肯定是小乔。然后下路鲁班要去抢红，没有人抢蓝吗？两三个人都在那抢，你们说有意思吗？跟我要直接来上路拿不就好了？鲁班你好可爱。开始撤退。呦呦呦，居然还穿着皮肤了，来给你对敲。他不知道又来一个，操蛋，两个啊，要死！他应该猴子还多等两下，等我藏起来再跳出来。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你们再来打我啊！有本事来！一会儿坑你就不可爱了。哇，他这个伤害怎么这么高啊？他的符文肯定很好啊。我只是拿一个全部五级的全部堆上去的，这是平均型的啊。我只站在我这边。又来，走走走。暂时先不跟他对敲，他把我敲的还挺痛的。哎，有帮手来了，我早就不跑了。等待四级，好了，有四级了。李腾，看一下哪个残血的？曹操，你等死吧你！曹操，你就死吧！说了，哎呀，我还是想打诸葛亮。哎呀，他没斩杀。哎呀，我操！点错。我点二技能干毛线啊，你妹的，碰了一下而已吗？不要回小兵好不好？不回小兵我就不会回进去死了。作死，本来能跑得掉啊。设计所能设计的，自找死。没事，打打野，发育一下。看我们家怎么就被拆了这么快？我是支援不了了这么远，我的大招还没好。我只站在我这边。孙悟空老待在这里什么意思啊？来吧，跟你拼了！有本事跟我单挑！这压的不错了。
我要看一下这边有没有残雪的收割。等一下诸葛亮啊，哎，这个距离好像有点危险，刹车一下，刹车一下。好，现在已经可以刹车了，我以为说体验服还没有更新，政府现在已经，谁？还好我现在已经打完了。别花语音啊。现在我不刹车也好啊，我刹车还刹坏了，刹车的不刹车我直接顶他，还能把诸葛亮顶晕。救鲁班不能击败我的，让我更强大。原来是体验服上一次版本大更新的时候已经都把这些都更掉了，什么吕布啊，这个老夫子啊，哪吒啊，该更的都更了。请求集合。曹操应该要死。孙悟空，接不住我的白刃，人呢？哎，你赢了，这个样子都能让他跑了，俺不服，死也要抓到他。别跑，怎么死的，操，自杀的，坑了啊，追了半条路没追到，直接最后居然死在塔下，这不是亏了。有没有要蓝的？斩杀，有斩杀的话，应该来说能斩死孙悟空。昨天好像遇到一个胜率100%的牛魔，那还是打了几场，六七场的胜率。请求集合。哦，我就这么快被打了。先不跟你乱。自由，我选择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发起进攻。拆家，拆家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我只站在我这边。飞孙悟空，有点小。悟空，你哪里跑？刚好把他撞到塔里面去了，这个地方最好打他。如果没撞到塔里面，可能还跑掉。没有大招了，不能击败我的会让我更强大。
没有大呀，这个是好多可以收人，收割人头。哎呀，走了，要走了，这点血不够烂的。哎，要是有个大李元芳，绝对被我收割了。不用我开大，他也是死。哎，还没把他打死啊，他也活不了了。没办法，残血的李元芳就是这么可怜。下把五黑才会来，还开五黑，都是单 K 单开是吧？单排，下把五黑不一定也能打这么好。哟呵，跑得贼快！我只站在我这边，请求集合。你的空手接不住我的白刃。一打进来。等着这个龙到达的位置，再一波攻进去。我自由，我选择。呀，掌杀浪费了。呀呀呀！别飞进去，要死啊！我操！我只站在这边。哇，这一波团的漂亮！刚才我一直选人，我就怕选错人啊！这个，要是选到刚才选的诸葛亮啊，或者李元芳什么，就飞进去就死了。又飙上来了。离博二还差一步，皮皮虾果然还六。